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和我一起灵修。今朝早我们会继续透过雅歌八章六至七节探讨有关真爱的信息的。那都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去看今天的经文，是八章六至七节。请听我读出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绰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疾恨如阴间之残忍。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纵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些诗句代表我们有五个非凡的爱情意境。昨天我们看了第一个的意境，就是真爱如烙印于身心上的纹饰，将心上人铭记于心，永不淡忘，坚贞不渝。今日我们会看第二个的意境，就是六节下这里讲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。这个的意境告诉你，其中真爱的一个要点就是真爱如死亡，顽强不屈，不可逆转。朱莉文女认为，爱情强大的力量如同死亡，足以要使每一个人对她作出回应。真爱如同死亡，因为死亡是执着的，坚定不移，不可逆转的。而且呢，死亡是不断地扩张她的影响力，男女老少都不能够抵挡。我们再继续看六节下，这里说疾恨如阴间之残忍。残忍的原文它的意思是包括了顽强、严厉、顽梗、刚复、顽固、刚硬。那么如果疾恨如阴间之残忍整句这样译的话，其实可以译为是疾妒如阴间一样的顽强、严厉或者无情。哇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对于疾妒我们都有负面的见解。不过呢，这里的疾妒其实是指出于爱的独占权，而不是一般的疾妒。其实爱是有疾妒的一面，特别在婚姻关系之中呢，尤其是有一种的排他性。施布真呢这样讲，他说呢，每当心被爱融化和吞噬的时候呢，疾妒呢就会守护心爱的对象，遇到挑衅一定会呢出现疾妒之情的。好，我们看看呢疾恨原文。原来呢疾恨这个原文在圣经里面呢出现了43次的，其中25次呢就翻译为 jealousy 疾妒，有9次呢是热心，8次呢是 envy 羡慕，一次呢是亦作为我的缘故。所以根据上下文的语境，这里的疾妒呢其实呢是指到保护恋爱关系的一种顽强的热情，而更加可能呢说明是对爱情专一的渴求，顽强这样呢去压倒呢第三者的影响力。六节下展示了第二个的意境，就是真爱如死亡，顽强不屈，不可逆转。好，六节下继续读落去的时候这样讲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真爱有第三个的意境，真爱如烈火不能熄灭。真爱如烈火，具有巨大的力量，能够吞噬人，只留下灰烬。六节下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句子，就这样讲，就是耶和华的火焰。在雅歌里面呢，只有这里是出现了上帝的名字。学者卡尔这样讲，他说呢，耶和华的火焰的意思可能是指到爱是一种的火焰，而这种的火焰呢是源于上帝。更加可能的是指到这种的火焰呢是极其的猛烈光亮，是至高无上的火焰。施布真这样指出，他说呢，上帝的火焰，如果我们看回原文呢，就是说上帝的煤。原来呢上帝的煤炭是希伯来的成语来的，他表达了呢就是所有火焰里面呢
最光亮嘅，就系、是、上帝嘅煤燃烧出嚟嘅火焰。好似咧，佢唔系属于呢一个人世间嘅火焰，呢一种咧系远超过人世间强烈嘅爱情。另一位嘅学者 Gilman 咧，佢咁样讲，佢话咧建立美丽爱情嘅爱系一种恒久不衰嘅火焰，同起初燃烧嘅火焰一样嘅明亮。神嘅爱情如同火嘅烈焰，唔会熄灭。人嘅爱情可以瞬间改变，随着时间而淡忘，但系上帝嘅爱情系永不改变嘅。无论面对任何嘅苦难、险阻、艰难、困苦、试验，都唔能够熄灭神对人嘅爱。上帝对佢嘅子民嘅爱系永不止息，而且系历久不衰嘅。总的，真爱咧有三个嘅要点，让我哋简单重温。第一，真爱如烙印，坚贞不渝。第二，真爱如死亡，顽强不屈。第三，真爱如烈火，不能熄灭。圣经咧记载，圣洁嘅上帝系忌邪嘅神。上帝要求我哋用专一单纯嘅心嚟到去爱佢。上帝喺西乃山向摩西颁布十诫，第一、第二诫好清晰嘅指出。第一诫咁样讲：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主耶稣亦都咁样去挑战佢嘅门徒。主耶稣话：爱父母、弟兄姊妹多过爱我嘅，不配作我嘅门徒。唔知道今日我哋对主嘅爱系咪如同贞洁嘅童女献给基督，除他以外，心中别无所爱呢？今日喺我哋与上帝之间爱嘅关系之中，有冇出现任何嘅阻隔呢？但愿我哋都立志啊！我哋一齐嘅去学习以专一单纯嘅心嚟到去爱神，让我哋都成为献给基督贞洁嘅童女。邀请你同我一齐嘅嚟到去祷告。好似昨天提过啦，祷告咧唔一定要有特定嘅姿势，最重要咧我哋系好真诚嘅，去上帝嚟到去发出我哋嘅心声，无论眯埋眼、擘大眼、举手、企喺度、坐低、跪喺度，其实都可以。好，让我哋真诚嘅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就系爱。当我哋渴求真爱，却一直得唔到满足，你早已经为我哋预备咗完全永恒嘅真爱，你嘅爱永不熄灭，历久常新。为咗爱，上帝嘅儿子道成肉身，进入黑暗罪恶嘅世界去寻找我哋每一个。伟大超越无限上帝嘅儿子，竟然要受时间空间嘅限制，冇地位权势，与人休戚与共，卑微一生，顺服至死。最后为我哋牺牲喺残酷嘅十字架上边，倾倒生命，流尽宝血，以圣洁无罪之身为世人成就咗救恩。从此我哋知道咩系完全嘅真爱。上帝呢个嘅爱系我哋所唔配得嘅，但你嘅爱就系咁伟大奇妙，永恒神圣。你嘅爱永不改变，浩瀚无边，超越咗一切，甚至超越咗罪同埋死亡嘅权势。上帝愿意今天的早晨，你爱情的火焰再一次的温暖我们的心，燃亮我们的生命。祈祷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